们今天要玩的是《Mario Mafia》八之一 Final World。嗯，好，这是我们会利用这个超难的游戏来过这关哈。因为上次因为有事情的关系，所以就不小心中断了。不过没关系，大家就不知道，所以对，哪里过？Mafia Mario Plus 是，所以对，哪里过？八之一，倒数三、二、一，那我来放。三，已经开始了吗？开始。开始了嘛？哎呀，有延迟对不对？延迟。呀，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哦，回答听得到，时间有点慢。有点累，有点累。等我一下，我先做一件蠢事。做完了，好快！好了，我要继续来玩这个史上最坑爹的游戏，所以这是坑爹团队的第三座了。没有，没有，没有，这游戏真的很难。只不过一三太让我，然后我们现在不就已经说了啊？可是我还没传过来，上次已经说了。五十分钟，肯定太难传了吧？说了吗？哦，就是不会那么敏感，对不对？哇！哦，知道了，我玩的是 Flappy Bird。我好像也很顺利。哦，那个，我的手机怎么卡了一下？没，哦哦，好多炮台。我那个为什么我那个位置算是？哎，我那个角度不是已经上去了吗？怎么还是掉下去了？不知道，不知道我怎么弹的东西。哇哦！广告啊，广告！哇哦！哇哦！有广告！耶！为什么？有广告啊！一、二、三、五、六、七。Oh my god， 差一点，差一，哇！好吧，这回我得认定，应该是我妈回来，刚才应该是我爸去收管理费。我说刚才应该是我爸去收管理费。What the？ 哎呀！啊！我不知道你这几个名字要叫什么。
Final World。最后一个是，这个是有点，好像有点太白了。还是说手机都掉了？还是说？还是说 ？End of the road. End of the road. 这里。哦，好，你下去。哎，好，你下去。回去，控制我按后键，我已经按了后键，没有回应，看吧，没有回应，我打，发球法，发球键，他，对啊，我打哪里？从手机荧幕看到我的帅哥，看电脑荧幕的 RC， 超爽。那你这个看来费有什么好装？啊，用 Facebook？ Are you using Facebook？If you are using Facebook, you will GG in Inger. 嗯，好了，我的桌布终于回来。GG in Inger 是谁呀？你知道为什么最近都没有被我闹钟吵到？根本就没开启闹钟，怎么被闹钟吵？耶爽哎！哪里？耶！我的哎！本游戏。为坑的啊！你是魔鬼，我是机器人啊 ！GG in Inger 在哪里 ？GG in Inger，Where's GG？ 哦 ，GG in Inger， 哪里？哪里有？为什么他在滑板上？为什么他在花花的背景里面？这根本就是陷害的！驾 ，What？ 没有，快就快了。我飞过11个木桩了，八之山最后一关了，最后一关了，会不会突破？会不会天元突破呢？99次。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用 Mario Zero 了。Mario Zero， 可是我会打英文哦，因为这游戏是因为这。好了，看来我爸是去收管理费回来了。那你最终鬼畜没回来？奇怪，这关到底？我的，不是，管理费回来了啦！鬼畜妹回来了！我爸收，好了，还是说了，好不好？我爸收管理费回来了。好。哦，是收管理费，不是鬼畜妹，鬼畜妹啊，鬼畜妹什么？在背上刻了两个字叫你妹。九关老师要求。耶，八字是成功。为什么念成鬼畜了？鬼畜。进攻啊，球球，我的，那你居然会有空中鱿鱼？是啊。哦。超级 balance。等一下哦，关只要跳过15个障砖就过关了。小表示要耐心玩了好久才有过，没有。温馨提示：没看到障砖的时候就要先起跳，不要等到看到
看到再跳就完了，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起跳的时候，大家按跳的力道要稍微轻一点，这样才能稳定过去撞砖。太大力没办法掌握到跳跃高度，会撞到砖。嗯，等跳过这个撞砖后，会有跟住那个摇跳。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一样。The final battle！ 哈哈哈哈哈！不是 final battle， 有两只库巴。啊，白幻血，有两只库巴，最后会到三只四。我告诉你，就是那个最后的王啊，打就是最后的王后面还有个水管，会回到三只四。三只四那个魔王死了之后，就是那个 final boss 了。所以其实 final boss 在三只四。这是我发现到的一点。就是这样。在那搞那种复杂干嘛？我这时候怎么玩啊？你要问臭臭干嘛问我？你要来学我了，拜托你。等一下，我刚叫的那个是星期几的事情？星期一吗？啊！第一天吧。哇哇哇！哦哇哦哇！我突然用三百Holy shit！ Holy shit！ 哦，怎么破啊？怎么叫做 Holy 的血 ？Holy 的血不好喝，不好意思。Holy can 是 Holy can 开始的。你给他一个 Holy can 干嘛 ？Holy can Holy 你个屁！哎，这打冲啥回？哎哎！啊 ！Holy can 呐，冲啥回啊 ？Holy can 呐。啊！怎么啦喂 ？All you can, all you can, all you, all you can. 哦啊啊啊！八字是有没有去控制？没有。八字是没有 checkpoint。好吧，这回是我妈真的回来了，应该是吧。All you can。All you can. 啊，在录影哦。All you can.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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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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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怎么还是跟一代一样？在录影片。这公主什么东西跟一代一模一样？跟一代一模一样。嗯，他本来就一模一样啊，就是同样的 B C D 后面那个要管他吗？他都是一代改的吗？你怎么后面要管他？后面的 A B C D E F 多啊，要管他吗？不用理他了，不用理他了。Yeah，Super Ending。好，那么我们的 Mario Mafia 2就在此结束喽。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点个喜欢，把我订阅，如果你喜欢点赞吧。是《马里奥马菲亚》最后一趴，那以后呢还会再拍更多的史诗类的游戏。我们的史诗类的《马里奥马菲亚》已经完成了，由于三这个奇观已经
经完全被毁灭了，所以我们下一步会拍 Super Mario 4超级马里奥里，这也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 hack。总而言之，这个 hack 呢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请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千万不要碰触这个 hack。好，总而言之，为什么从18岁变12岁了？因为这是辅导机。好，总而言之，我们的马里奥马里奥系列就再次结束喽，下集喽，拜拜。